行政院长林全伸出善意之手，沟通非核家园，希望来个见面三分情。不止当地居民不满，日前新北市府也发难，呛核废料不要放在新北。林全亲上反核火线解释，但今年夏天用电逼近临界点，已是危机四伏。我们希望尽可能用穷尽一切的方法嘛，能够维持我们的供电量啊，不至于有任何问题。有关核一核二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不会在不会演绎，就是到期它就会除役。明确表态，核一核二不演绎，核废料选址要公民参与讨论再决定。新政府上台以来，被认为会吵的小孩有糖吃。军公教9月3号即将上街头，又是鹰犬政府新难题。军公教需要他们如果有人愿意要上街去游行，这是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表示。 他们的看法的权利，这个部分我社会上都应该需要去尊重，啊，那么当然就是公共政策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意见，理性的这个沟通之后呢，能够有一个共识，我想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必须要经过的过程。主张游行力道，林全谨慎以对，挥改革大刀不可能处处讨好，想当作为沟通的政府没那么容易。记者黄云君、陈玉文，新北市报道。